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为明天一起善行。这次的公益活动有一个小朋友的心愿是想一套跳棋，他说多下跳棋能够变聪明，这样的话我就能赶上那些成绩好的同学，等我考到满分，妈妈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让孩子开心不孤单，关爱留守儿童，和我一起善行。我是易烊千玺。